Blablabla.在同一个聊天室。Get to。老 K 早安，哎，都完成下载。嗯。是单纯的聊天台而已。加个文字。那我先看一下那个会不会太大声。好，这游戏没有五小时全破就死。
我来偷播个老 K 好了。喂喂喂，喂老 K 吗？没有接。喂喂喂喂，哎 ，Hello， 我在等。Hello， 喂，没听到你声音呢？你有听到我声音吗？有。有了有了有了。喂喂喂 ，Hello。哎呦，你的声音怎么那么小？那么小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其实基本上也没什么规则啦。没什么规则。就基本上没规则嘛。你要休息就休息啊，你要干嘛就干嘛。你中途想要去打个手枪也可以，那个去买饭吃也可以，反正这时间是你自己的。我悠闲啊。那我们不会很，我这边我可以确定的是不会很赶，我求的是游戏的流畅性。对 ，TTY USB 也要开。对啊，那我们就等他开台吧。但是他可能会比较晚来。真的假的？那没关系，他有跟我讲过，反正他晚来就晚开，没有关系，就是随意。我觉得这次的观众也是很厉害。啊，对，可能蛮厉害的。那我是觉得因为不存档的话可能会真的会后面会吐血啦，因为后面有一些真的嘛。我上次就是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存。我上次就是去那个梅庄啊，跟那个人讲话就是对，所以呢，那我是这样讲啦，反正赢了先捐你$10啦，如果你赢的话。真的假的？好不好？那真的。那我要出多少？好，不用不用，你不用出，你不用出。这个我们是慈善的，对不对？好好 okay、我们这个是慈善的，而且就是你不用啦，反正这个我赢的话，我就先拿$10回家自己花，对不对？啊，上面的钱在这里嘛，我这个有抖那一条啊，反正就差不多是这样啦，也没什么规则。等一下十点就大家就各自开始了，啊，就不说了，就不说了。好，OK。那你有什么要讲？你有什么要问？没什么哎、欸，其实该问的都问完了。对啊，应该也还好，就玩嘛，就玩嘛。OK、啊、OK， 就 OK， 好啊。那你稍微准备一下，上个厕所还什么的，等一下就可以开始。好、啊，应该准备一个哦，我准备个面包、啊、在旁边。怎么样就要赢啊？啊，我们基本上没有选择路线，它有善跟恶，那随便你要选哪一条路线。哦，当然是走倒数十分钟、啊。基本上是那个善人路线会比较，就是打恶人，十大恶人会比较简单，然后就是先破关的赢，对，先破关的赢，就是他最后会拿到，他会有一个破关。反正我们今天就算他玩完了，假设就算 Potato 他先玩完好了，我还是会把他继续玩完，基本我这边会把他玩完就对了。不用不用，不规定路线，你想要挑战你自己十大善人，你就可以。你要打十大善人打赢我哦，那很强很棒。那、啊、我们给他鼓掌，这样。对，那我多投你5枚嘛。啊，如果你十大善人的路线赢我的话，十大善人基本上比较难。哦。啊，那所以品德品德高，Hello Howard 157 YRA 8341。哎，品德高也可以打十大善人。不会，是品德高于50以上就不可能打十大善人，就打十大恶人。哦，那我还是走那我原来的路线就好了。Inamacy 啊 ，Hello R60906，只有我们两个比 TDY USB， 他说他会玩到啊，他让我2小时嘛，他想让我2小时不行吗？啊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，反正他说叫我们先开始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就是规定10点就是10点。哇，一个霸气。
他说 OK 啊，他说他不存档也 OK，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不要这样啊，不要这样。对，对，就比看看谁对游戏可能比较熟悉，因为这游戏有自由度，这游戏有自由度，但是你还是有一些规则要走。边缘谁边缘？啊，开太多台，我电脑可能也放不下那么多实况画面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Mirror Jam， 好，我这边先挂语音，然后我稍微准备一下，就等一下就可以开始了。等一下我也要准备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这边比较悠闲，就开始。等等十点再开始，先准备一下。放笔记本好。有妹子吗？你是说？哇，老 K 这边要哇，到这边。
可以比较大的。会不会太到麦？就在家自己测试看看啊，不好意思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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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有声音吗？喂喂喂喂喂喂，喂喂喂喂，喂喂喂喂喂喂喂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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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差不多了，我十点正式开始啊。哎，好，十点了啊，好，那就开始吧。哎，老 K 的画面怎么一片红啊？发生什么事？好，那我就，哎，大家都还没开始。重新截取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不急哦，就慢慢来。
片品质要调手机啊。截取会有问题。我靠，阿飞是不是先开始了？笑，先去偷看一下。你们读完了没？我靠，读完了没？等一下，他那个怎么还没那个，还没封盘呢、啊？他还没封盘呢、欸。这个有点尴尬。叽叽。好，那我们也开始那个选字字好了。
哎，又没有什么比较好的。这样吧，哇，满意，啊，头好痛啊！是不是最近 K 叔 K 太凶了？最近有点恍惚了。啊，记得我正在玩《金庸群侠传》，怎么突然就睡着了？管他呢，我得赶快起来玩啊！这游戏可是等了半年多才玩到的啊，非得第一个破关不可。哎，我的电脑呢？哎，奇怪，我什么时候换衣服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哎，还是古装的。啊，起了起了，啊，这里不是我家啊？难道我不成我被绑架了？啊，还是平日白的 RPG 玩太多了啊，做起白日梦了？啊，非常恭喜你。啊，软体娃娃，啊，非常恭喜你，你是本产品消费者中最幸运的一位。啊，软体世界经过多年的努力研发研究后，终于发展出套完全的 VR 游戏啊！原来 DOS 就有 VR 了啊！将亲身的扮演游戏的主人翁啊，在我们为你设计的游戏世界中冒险。哎、啊，说什么？他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啊，真正的 VR 游戏？不是吧？你是说你们已经可以像电影、漫画中取景一般，像游戏设计的这么真实？啊，让玩者真的身处在游戏世界中，而不是只能操控键盘啊盯着荧幕看而已啊，没错，那这是最真实的游戏，而且你知道吗，是所有消费者中最幸运的一位啊，因为基于成本考量啊，在众多的产品中你说买的这一套是我们生产中仅有一套 VR 版啊，好险我不买大补贴啊，是的，唯有尊重智慧财产权，消费者才是最可爱的。然后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哈、啊，祝你幸运啊！因为唯有完成这个游戏，离开这个世界回到有真实现实的社会世界里啊！等等，你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吗？难道你没先看说明书吗？啊，抱歉，我不喜欢先看说明书的啊！你们这些人都不是这样的啊，都是这样的啊，自以为厉害的不看说明书啊！哎，那自己爸爸妈妈呢？啊。下次我一定会先看啊，麻烦先给点提示啊，比如说这游戏的目的是什么 啊，我要留给你自己到中游戏 去找寻啊，现在不能告诉你啊，不过什么，不过我还是给你点提示啊，啊，游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你必须先找到他啊，这个人懂的游戏非常这个懂的东西非常的多啊，你找到他就能明白明了了游戏的大概及目的啊，啊，也唯有先找到他，游戏中有许多场景才会打开啊，让你可以进入啊。在之前，你所能去的地方只有客栈及，他家和这，所以你得赶快找到他。啊，这人是谁啊？什么都跟你说的话，游戏还有乐趣吗？啊，这啊，别担心，游戏才刚开始啊，不会太难的。啊，等会打出这以后，之后那个到对面的客栈打听一下就有消息了。不过你可别忘了，这游戏的背景是古代啊，所以游戏注意一下言行举止。
啊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啊，我游戏也是啊，才死亡的设计啊，所以，哎，所以啊，愿主保佑你。等一下啊。好，最怕的就是这样啊，都是什么年头了啊，还设计这种死亡制的游戏啊，你们喜欢复古吧？啊，别怕，这房里为你准备了一些基本物品啊，都放在各种箱子中啊。这其中有些药丸，在你生命摧毁时可以派上用场啊。另外，你现在身上好像有一些东西是从现代带过来，可以派上用场。你看你的全资料，似乎也学了一些拳法，没问题的。啊靠，多拳法，我只会野球拳啊。好，不能再多说下去。游戏设计者定义过我的话，不能说太多，否则会犯游戏的大忌。所以说，好 ，game 不多话。好，拜拜。啊靠，终于讲完了。我赶快搜刮一下。好，寻找。啊，来来来，啊，来看看有什么需要的，我这应有尽有。啊，这位小哥，看有什么。有所需要的好小宝卖的东西啊，价格绝对公道啊，有好多东西啊啊，小宝兄你真有办法啊，那你有条有过奖了，好的功夫不好要在这江湖上混，只好想办法到处弄点东西啊，在各地客栈兜售，好自为生，这是兄台如何称呼啊，好，我叫伟，别这么别扭，就叫我小宝好，记得有什么需要的到各地客栈找我就对了啊，不过我不一定会在那个待在那个客栈，你得碰碰运气啊，先买那个玉林伞。啊，客官，你要吃饭还是住宿啊？啊，客官，你是店小二，你是店小二对不对？你一定有什么线索可以告诉我，对不对？快告诉我！啊，玩 FPG 我最拿手，只要找你们这种人，就一切搞定了。啊，快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告诉你一些小费，然后去找某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哪里来疯子？不吃饭就到处约出去，别在这风言风语影响我大爷做生意啊！啊，我给他赢两。我说大老爷，这是干什么的来着啊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的啊，小的一定给你造饭啊。嗯，就知道这样有用。哦，不要别的，只要你把这知道的都说出来就行了。我说大老爷，你要说我说什么呢？我又不是南闲北丑，肚子里没啥东西啊。啊，南闲北丑那是什么？啊，他们是谁？啊，南闲北丑你都不知道啊？大老爷肯定是外地来的。啊，南闲是指的是一个很有知识的老者，江湖上他传言上通天文下知地理。武林中的事，可说无知不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因为他居处岭南，所以大家都称为南闲啊。北丑呢，据说他以前是个戏子啊，平日疯疯癫癫的。一说呢，便说他很多知道很多武林中的秘密啊。说也奇怪啊，听过他的话的人，有些人那是他说胡说八道啊，有些人却说他奇准无比啊。因为他住在塞北啊，因为又疯疯癫癫，所以他的戏称为北丑。南闲北丑，先找南闲问问看好了，看有什么线索啊。请问那么南闲住的地方怎么走？啊，很简单啊，出了本店之后，顺着小路一直往西南走就对了。啊，是时间嘛，因为有段路程要走，所以走久了也可能有点无苦啊。不过还好，看到南闲住处的时候，路上有一个特殊的圆形记号啊，蛮好认的。啊，小二哥啊，我说听说你这肚子里没什么东西啊，哎，我看你这是真的不露相啊。啊，哪里，我们都是道听途说来的。但我们这行没什么，照纸放亮，多放大就行了。我跟你多说，我要去干活，我这边被老板训啊，赶快走。啊，赶快去找南闲。哎，靠呀！哎。老 K 的走法应该是先去练那个野球拳啊，少年终于来了啊，老朽已等候多时啊，啊，你果然知道我要来啊，这果然是安排好的游戏，游戏啊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场戏，不是吗？
不过这不是是不是安排好的游戏，而且就不得而知啊。只是有人似乎知道你要来吧？好像知道我要来，是谁？有人是谁知道我要来？30年前，武林中冒出一个言谈举止都很怪异的年轻人啊。对了，就像你一样。啊，他口口声声说他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叫什么未来的？啊，他在哪里？快告诉我，我要见他。啊，他已经不在了，恐怕隔天找他不着。什么？他已经死了？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，我离不开这个鬼地方了。阁下切莫慌乱了 啊！他并非真的死了，是凭空消失了啊！据他讲法啊，那是回去了啊，回去了。他怎么回去的啊？说起来就话长了 啊！当初这个年轻人几间武功也是平平啊啊，但后来不知有什么机缘啊，练成绝世武功啊，年年打败武林各大高手，技压群雄，成为武林中的一个不败神话啊！说一个有一身盖世武功啊，外自曾经有一个另一个雅号，就是喜欢无比弄脏啊。啊，据说在那年间啊，他遍游各地啊，写下所见所闻的画画，完成14部作品啊，14部作品啊，这是14部作品在他离开前啊，存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啊，供每届的武林盟主保管啊。但是他离去后不久啊，新家就联合起来了，将这些书籍盗了出去啊，因为大家都怀疑14本书其实就是他记载绝世武功的秘籍啊。在经过一阵你争我夺、天昏地暗的杀戮后啊，14本书现在也不知道流落到哪去了。他只记得他曾经说过两句话，据说跟14本书有极大的牵连。还是记得哪两句话啊？飞雪连天射白鹿啊，笑书神侠以避冤啊。啊，说了这么多，我到底要怎么回去呢？啊，说实在，老九也不知道啊。但是老九知道的是啊，他恋爱的时间是在原先保管14部书的盛唐，放进去肯定会有点眉目啊。盛唐在哪处啊？啊，是只有武林盟主才知道了啊。武林盟主啊，是的，每年在华山顶上都会有举行一场武林大会啊，大家都称之为华山论剑啊。会中大家以武艺决定高下，争夺那武林盟主的宝座啊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这种盛宴啊，唯有声望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被邀请。啊，那你是知道我如何回来？他们是人告诉我的。啊，在他去的前一晚，他来到我这里啊，告诉我他隔天要前往盛唐，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且将来有一天或许有一个像他一样的人来到这里啊，他要我必须尽全力的帮助此人。这是为什么我知道他离去的地点，就知道你要来的原因了。啊，你要如何帮我？我有只是智慧，所以我在告诉一些我知道的事啊。不过每次用一颗智慧果来交换证明修炼的成绩。现在没有白吃午餐啊！对了，金先生有一样东西在给你啊，都在那边的柜子，听说对你的旅程有大帮助啊！说他金金啊，什么金？我说了，该说我都说了，祝你旅途愉快啊！下次记得来带智慧果啊！啊，哎，会吧？